筹备浴佛是一场身心灵洗礼。1000克寿桃豆沙馅称重不马虎，和面团却遇上电压出问题。对啊，那电压不知道怎么搞的。香吉志工立即变身为人体搅拌机，一揉一捏，展现的也是瓷器人文。经验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碰到难题的时候哈，然后反正还是都可以解决的，做的还不错，很好。那个寿桃真的喜气洋洋。白白胖胖的寿桃出炉，志工们的灵机应变化解小状况，花材玉佛台的布置也一一到位。玉佛涤心不只是看到成果，更享受过程。大爱新闻刘汉卿美国报道。